新嘅火拍两女神洪永城受力捧啊！如果可以日日见住佢哋就好啦。咁你要先变咗佢噃。阿 Sam， 你咁面善嘅？佢咪就系喺 K 报同埋 Now 主持过嘅洪永城咯。早排就过档 TVB 综艺科嘅高层啊，好睇佢噶。走过烽火大地，直冲剧组，拍新剧《单恋双城》，寻日开镜啦。袁生有冇谂你，即系问下你点啊咁嗰啲啊？有问候下咯，监制睇住好啦。监制佢都俾好多提点，毕竟都系即系第一次系做呢啲剧集啦，咁啊有啲嘢都适应紧。咁不过啲前辈好提点咯。前辈，你讲陈浩个女友欣美啊？我以前嘅角色啊，即系你一提咗佢嘅名咧，我反而就跳出咗变出陈欣美。要专心拍剧、哦，所以连情人节都要开工，冇得一齐过啊，阴功啦！